咁耐都未见小忌廉出现嘅？梗系啦，船上表演四点钟先开始啊嘛，小忌廉又点会咁早啊？不过佢唔使彩排嘅咩？我不嬲都唔使彩排嘅啦。啊，系小忌廉自己咁样讲嘅。几时啊？咁咪系咯，有时间不如帮小桃影啲相啊！我想同佢影相啊！我冇多余嘅菲林同你哋影啊！啊！系咪小杰添啊？系咪小杰添嚟咗啊？家父连小姐，你喺度做乜嘢啊？快啲上床休息啊！你发紧烧噶，唔出得去啊！林布利太太，你好冇信用啊！你快啲翻上嚟啊！唔系我话俾你爸爸妈妈知噶吓。你哋去帮揾嘉丽佢哋啊！快啲啦！你唔使咁担心噶，一定可以揾到佢哋噶。嘉丽，小桃，嘉丽，你点啊？有冇受伤啊？我冇事啊，不过家宝咧，我用心灵感应同佢联络，但联络唔到啊！我揾唔到佢啊！哎呀！哎呀！小桃啊，嘉丽啊，你哋去咗边啊？睇唔到啊！小桃，好可爱啊！你个头度起咗瘤啊，系咪好痛咧？啊，认错人添！等我用啲冻水嚟同你敷下个头啊！喂，咪住先啊！你想带我去边？哎呀，好痛啊，好痛啊！用冻水敷下佢咧，就冇咁痛噶啦。我帮你绑条丝带喺个头度啊。孖仔啊，你喺边度嚟噶？我系加芙莲啊，系由嗰只船嗰度走出嚟噶。哎呀，系啊，我要翻去啦。你睇下你啊，鬼叫你乱咁跳咩？横掂嗰边只船咧，下昼六点前都唔会开走噶。我要去做一啲嘢先啊。哎呀！我要去一笪地方，就系我出世嘅大屋啊！你出世嘅大屋？我埋咗一个神奇嘅箱仔喺间大屋嘅花园后边啊！如果我攞翻佢咧，我想去边度都得嘅咧。想去边度都得。我嗰阵时得四岁大，系爸爸去完丝绸之路做嘢之后买翻嚟送俾我噶。爸爸，爸爸为咗工作一直都好忙噶。自此之后，当我一个人嗰阵，我打开个箱仔嘅盖，就睇到好多国家。我觉得自己好似亲自去到嗰啲国家咁啊！不过喺过咗一年之后，当我哋要搬去美国嗰阵，你够钟练钢琴啦，加芙莲小姐。啊，你做咩成日望住个箱发吽豆唔去读书啊？吓！
翻佢。你成日挂住望佢伤心，你需要抌咗佢啊！冇啊！快啲抌咗佢啊！第日搬去美国，我唔会俾你带埋去嘅。你要等我，我第日一定翻嚟揾你噶。仔可能会帮我见到我的故乡羽毛星的，这样也不错。就算我去了美国，我每一天都很挂住那个箱，很想找回他的。终于等到今天，我有机会回来日本了。但是林布利太太又说我发烧不准我出来，于是我就偷走出来了。猫仔，你懂得听人讲话的？其实他又怎会明白啊？不如你跟我一起去找那间大屋了，好不好？小忌廉现在在船上表演着，好了。你去哪里啊？仲有什么都听不到啊？咪住先，好微弱啊！家宝，快点回答我啊！我听到家宝把声啊！他在哪里啊？你说什么话？麻烦你大声一点啦！啊，跟一个外国女仔去找神奇的箱啊！我不明白你说什么啊？六点钟，喂，家宝，他怎么说啊？我都不是全部听得很清楚，不过总之他是六点钟会回来啊。原来他没事，那就好了，我都要上船道准备演出了。好啊。好累啊。哎，等一下，我从来都没走过这么远路的，现在还很饿添。喂，的士司机先生啊，唔该帮我找一间白色的大屋啦。啊，天啊，陈老小姐。我这个斜坡上面有两间白色的大屋，你想找哪间的？现在没事了。这么快就走啊？水嚟饮添，条丝带真系好衬你啊！是啦，是呢间啊。那个小桃啊，点解咁迟都唔见佢出现噶？最衰我哋头先同佢分开咗啦。唉，你唔好净系挂住食薯片得唔得啊？对唔住啊，丈夫。小忌廉啊，到你出场啦，快啲准备啦。系。Yeah.
啦，俾佢见到我咧，就会带我翻去噶。嗯，好啦。系喎，可以行后门噶喎。锁住咗添，好啦，是一直走入我家花园的，如果真的是这架车的话，那我就可以进去了。唔该晒啊，好嘢。今天有很多衣服要洗啊！我知道啦。哎，有机会。看來幾百厭啊，快點今晚沒飯吃啊。不要緊，這衣服要洗的了，快點跟我來。現在是好機會啊，在這裡了。你好叻啊，唔该晒。哎，有啦。以前一打开个盒盖就睇到好多地方噶，你唔信我讲嘅嘢啊？我当然信你啦，所以你先至咁想揾翻呢一个盒嘅。不过咧，我而家先知呢一个系个普通嘅木盒嚟，其实你见到嘅嘢系你以前喺脑里边幻想出嚟嘅啫。你话俾我知啦，点解咩都见唔到嘅？你同小桃帮我手噶。激死我啦！究竟佢去咗边度啊？我扮成咁即系似嗰个女仔咩？既然家宝系咁讲，我哋即管信佢啦。你幼稚你啊，俾我找到你你就知道我厉害。嗨，林波你太太。家父李小姐，你快走开。
唔通佢埋咗喺啲泥度太耐，冇咗嗰种神奇力量？等我抹干净佢先。咗嗰只猫仔嘅，去咗边度咧？吓！啊！点会咁嘅？你几时入咗个商道噶？加芙莲，我个名叫做加宝。啊！加芙莲，我个名叫做加宝啊！咁奇嘅，你话你叫做加宝啊？加芙莲你好嘛，我叫加丽呀，欢迎来到梦的世界。好犀利呀，你变多啲嘢出嚟呀，你不如变个沙漠啊。唔得噶。点解呀？呢个箱仔唔可以再制造美梦噶啦。咩话？因为咧，加芙莲你自己嘅心里边唔再有美梦咯。啊！自从你冇咗个箱仔之后，你就忘记咗点样去做美梦啦，就等于将所有嘅美梦封锁咗喺箱仔里边。所以你应该令自己有更加自由的思想空间的。更自由的思想空间？没错了，这样做的话呢，你没了个箱仔都可以制造自己的美梦的，明白没啊？做自己的美梦啊？你要在这个旅程里面好好地考虑一下。再见了，我们要分手了，你要保重啊。等等啊，不要走住啊。加芙莲小姐，加芙莲，我头先系咪发咗个梦啊？发梦？你度讲乜嘢啊？你知唔知道我好担心你噶？加宝同加丽咧，嗰两只猫仔加宝同加丽啊！医生啊，佢未烧坏咗个脑啊！原来加宝真系识得讲嘢噶，我见到嘅嘢系真噶。家宝，好多谢你讲嘅嘢啊！我会好好咁谂下噶啦，多谢你啊，家宝。哇！佢食咁多嘢嘅，呢只猫仔神秘失踪咗咁耐，你话佢究竟去咗边度啦？家宝啊，你唔好净系挂住食啦，得闲要帮手捉下老鼠噶嘛。我边得闲捉老鼠？好似今日咁啊，我都唔知做咗几多嘢啊。咁又系，你今日咧？